什么预算要什么机器啊，兄弟，我到市场门口了。2000多预算，我想要台13mini，有没有啊？有是有，但是这个价位都能上13了呀。哎呀，我就喜欢小屏的吧，你看着安排就行啦。那行吧，那还有啥其他要求不？那肯定越便宜越好啦。可以可以，那一会儿找到了就告诉你好吧。Later， 兄弟啊，你要的小屏13mini来了，你给你看一下整体怎么样？这个看起来挺新的，那这个你给我什么价？95跟98就差200左右，像这种98的话，性价比也会更高一点。我们今天来货是2600。加个跑腿费2699就能拿下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那什么时候发货啊？那等等再回去给你质检一下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今天就可以打包，然后配上一些精美小配件就给你发走了。哇，那还能剩下好多配件钱哦，太感谢小金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那我还有事，我就先挂了哈。